你看，你看。好，鸡蛋啊，都是真的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不会做任何手脚。好啊，现在把这个啊，哎，真鸡蛋啊，一会儿这个是真的鸡蛋。嗯，鸡蛋很香啊，好，还是咱们老样子。哎，这个锅煎鸡蛋有多不粘了？一会儿我们直接把它吹起来。啊，哎，关着啊，那个电源，哎、那是个电源，按错了，烧起来了。啊、我为什么做这个实验呢？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种锅，你看它就不行，看到没？哦。哎，品牌棒来，来，好，亿可味的品牌的微压锅，好吧？你看有没有给大家看？你怎么敢？你会不会煎鸡蛋？煎几个洞呢？大哥，你会煎鸡蛋吗？你看你弄成啥样了？Later.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专柜，我们的专柜价值1399。现在货真价实。今天响哥，我就给你加一个煎锅，小煎锅。兄弟们加一个啊！199的。哎，199的这个煎锅，旁边这个硅胶锅铲，然后再给兄弟们看啊。这个绞肉机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这个四件套啊，我每次卖锅都399啊，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亿可味的这个锅，三个包裹发货，到手5000，三个包裹299，上车。黑松露是什么？我黑松露不就蘑菇吗 ？What？ 小杨哥带货黑松露月饼，竟然说是蘑菇，一旁的品牌方瞬间傻眼，让我们看看究竟有多搞笑。美辰月饼，你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美辰黑松露流心奶黄月饼。嗯，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卖点就是里面黑松露的。没有多少个，12个啊？那啊，底下还有，你品没看吗？有12个啊，看12个啊，我黑松露，你这个玩意什么贵呀、啊？黑松露，我说黑松露，对，咦，这什么玩意？这叫黑松露吗？黑松露流心，对，黑松露是什么？黑松露就是啊，一种菌类。菌类不就菌类蘑菇啊？是蘑菇黑松露。不蘑菇，不是菌类，菌类不就蘑菇吗？蘑菇菌类。黑松露很贵吗，兄弟们？黑松露是什么？我黑松露用蘑菇是菌类不就蘑菇吗？一个蘑菇，大哥，菌嘛是那个吗？我拿图片给看一下。拿图片。你这不就香菇吗？这不松果吗？这喂，这不松果吗？咱是香菇啊，这是那个干了的香菇。黑松露，香菇干了就跟这一模一样。这不是松果？这是不是松果，兄弟？你当我傻的哟？你这个什么玩意儿、啊？你这一个、啊、餐厅里那些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说黑松露，他没吃过，没吃过。我看那啥玩意儿？这一个小香菇卖那么贵啊？这黑松露是啥？你看，这不就是蘑菇吗？这不是这个吗？香菇吗？是不是香菇啊？哪是香菇？那你这一个香菇你也不能那么贵啊，大哥。啊！238，12个月饼。12个月饼238一盒，我先把你个妈耶！今天啊，中秋都要月饼吗？对不对？送礼，然后加个礼盒啊，一个礼盒，礼袋啊，礼袋也很高大上啊。然后还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月饼，也是美辰的月饼，也是美辰的啊。这是几个？八个啊，八个，这叫什么？翡翠斑斓味流心奶，也是流心的月饼。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月饼，这也是8个，也是8个，啊、3个礼盒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你自己看啊，我全部都给你189上车。包装很精致，不论是中秋送礼或者自己吃，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安排。
哎呀，哎呀，你给你饿了，人家看了呀，明明天你穿那样，你穿那孙子，给你，居然没事了，服了。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吃这个，一定还要注意。What the fuck？ 我稀烂老师娘吧，都说是。兄弟们啊，这个小孩子吃果冻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拿出来。对，一个一个或者是咬着这样吃，千万不能一直猛着去往嗓子里、嗓子眼吸。对对，吸确实有危险，这真有危险啊！你刚才吸的狼果肉果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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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闲娱乐来一个，快去捷径来一个，探寻时间来一个，全家团聚来一个，我知道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几只狼果肉果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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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闲娱乐来一个，快去捷径来一个，探寻时间来一个，全家团聚来一个，几只狼果肉果冻。狮子就会咬，傻子！喜之郎零食大礼包一共有23袋果冻和5袋玻璃海苔，只要49.9元。安排，你不觉得很好吃吗？这个酱是我亲自推荐，这个是黄椒酱，这个是真香，哎，真香吗？我尝一下啊，这红色的黑暗。哎呦，好吃吧？好咸啊！我的妈，有你这么吃的呀？你这样吃，你得是这样吃，直接吃这个，这个直接吃好吃的。这黄椒的有点辣，这吃贼带劲，你吃的。你不得妈的这样吃，你好吃就好吃，你太咸了吧？来，你好来一点，来一点。你不觉得很好吃吗？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说拒绝。你哪有那么难吃？你这样搞得有点卖不掉了呀！我吃给你看看，你看，你搞你米饭，你给我上个碗。爱恨就在一瞬间。我的妈，这好辣呀！这个酱拌饭真的，咸酱酱拌饭。我的妈！兄弟们，哎，刚才实话啊。是真不错，啊！我吃白饭，我吃不下去的。嗯，胃口是大增的。我不能吃辣啊！我不太能吃辣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我受不了。拌饭拌面加馍蒸鱼头。哎，小杨哥强烈推荐。啊，春光的这个一个黄椒酱，这是黄椒酱吧？红灯笼辣酱，这个是红灯笼，野生椒，野山椒。小杨哥。29.9，两片，4片，6片。29.9元6瓶2种口味，每种口味各3瓶。安排。